跑车、造车，各式梦幻名车一字排开，超气派，价值逼近千万元，这通通都是超市福袋要送出的奖品。买福袋抽百万名车，这次超市有福袋，还有福箱，总共有三种金额。除了内有超值好礼，还有抽奖序号，有机会把豪车开回家。我们以前也送过黄金哈，那但是这个或者是说一些旅游的一些商品，那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消费者对于车这个比较具象，而且它是一个比较算是一个梦幻上的艺品。福袋抽汽车超夯，生活百货业者找来插画家推出联名福袋，一组399元，内容物琳琅满目，除了现金。跟住宿券也有机会抽中汽车。我们今年抽的是汽车，那我们会员的话还有额外加吗？会有名牌包啊、电动麻将桌啊，那还有其他不等的东西，有可能开袋就中10000块钱哦。福袋奖品各自比拼，药妆店推出149元到888元不等福袋，同样有机会抽中名车。连锁量饭店则是统一198元一份，看准疫后解封旅游潮，头奖、二奖要送出欧美豪华型。另一家量饭店则是主打过年刮刮卡，一张100元，要送出双人来回机票。之前都会去超商买福袋。然后都会冲着高额的那些头奖啊，就想要碰碰运气，觉得有想要中奖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就会想要去买。华航的豪金舱都很吸引我，对，因为很久没有出国了，就会觉得很想要出国。把握农历春节，超商、量贩店到百货业者各推福袋，千万元大奖就是要抓住消费者的心。华视新闻冯志松张台报道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